不愧是崔总您推荐过来的人，辛巴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离团接受采访的。哇，他真的好帅的，而且很亲切，一直笑眯眯的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今天的采访很顺利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喂，装的累不累啊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你很累。明明是比人类更加高级的存在，为什么要装出一副和善的样子？你应该不爱笑吧？那你为什么要装的一直都很开心，好像跟大家都相处的这么其乐融融的？不关你的事。闭嘴。我是在关心你啊，干嘛要让自己这么委屈呢？作为一个吸血鬼，难道不应该去更加自由散漫的生活吗？这样才是比人类更加高级的体现。还轮不到你来教我怎么生活，收回你的好意吧。怎么这么小孩子脾气吗？你知道吗，你来参加这个节目都是我安排的。知道，所以请您不要再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我并不会感谢你。什么时候脾气变得这么差？因为我知道你帮助我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，我不会让你得逞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你觉得我能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东西？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被浪费而已。